让公益变好玩，公益变好玩，就这样子。对，那公益变好玩这个问题其实会蛮复杂的，就是说其实它牵扯到公益嘛，对啊，公益就有所谓的法律上的问题，那我们必须要解决，没错，全部这些。对，那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变得好玩？那第一个部分我们在法律上的问题的解决啊，其实我们找到一条路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目前是接受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委托，这个非营利组织呢，其实有申请了一个圈募资号，在网络上做可以做公众募资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整个法律的问题就比较，所有钱都去他的手，是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部分呢，其实法律问题还有另一个就是，那我们要怎么让好玩这件事情发生？那我们就用一个类似抽奖的形式，比如说，我们可以来邀请政委到某个中奖人的家里来一起午餐。我最近在 Dcard 上面才在玩抽卡，认识一位新人，对，差不多类似的意思，类似的意思，对。但是抽奖这个议题在网络上，它会有一个涉性性行为的牵涉。那如果有涉性性行为的话，它就会有一点会被看成是一个触法行为。那我们去询问过律师这个部分。我们询问了大概3组到4组律师，大家讲的都，他们是说，只要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 OK 的，第二个我们的抽奖金额不要高过100,000，就是那个价差不要太夸张，对，那个就 OK 就没有问题。对，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这样，透过抽奖让公益变有趣的平台。这样，那到目前为止，其实我们进行了3个案子。那其实也还蛮成功的。是吗？对，我们才上个月底，我来看一下才跟那个香格里拉大饭店是我们成为他们的一个年度 CSR 报告书的一个部分的。对，我们才刚结案。对，所以他们抽什么？他们抽一个总统套房，总统套房嘛。就是我们等于是作为一个公益的媒合者的角色，对啊。那所以就是从我们的合作目标是癌症希望基金会，是，然后再去跟香格里拉谈，那再加上名人的话就林志颖的弟弟林志兴，所以就是骑着他就开着超跑给投奖的，就是捐赠者，投奖的捐赠者，然后开着超跑让我们送他1泊20，就是包含他的晚餐，还有他的就是几间套房，总共。1人住2人行这样子作为头奖的赠品，那就很不错啊，很有意思啊。对，不过也是慢慢去试过来的，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是总共到3档，然后4档下礼拜会上市的抽动会上市。可以透露吗？还是还不行？当然，对，透露喽。来透露一下，也就是真的很需要，可以需要一些 feedback 的部分。那一开始的话，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。然后，所以我们一开始最第一个档的时候就是单纯抽 iPhone 抽商品，对，那它的反应并不是那么的好，跟时间点已经很多了，对，但是因为一开始要找名人合作就有困难度，我们还是要有第一个东西这样子。那后来第二档就是开始跟名人有了一个合作之后呢，我现在第三档就是抽电动机车，因为那也在10万块以下。跟商品跟光阳去谈一个合作，然后对环境也比较好。是，然后电动机车，然后去帮助台湾黑熊。那我们现在第四档呢，就在跟名人，就是跟王建民还有兄弟象队一起合作，然后是帮脑麻的，就是脑麻协会做募款。刚才看到隔壁也是有一位就是脑麻的朋友，我们这边就是都有，对，是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募款因为有了前几档之后，就是现在已经可以跟球队一起去谈合作，然后有代言人的话有到王建民这样子的程度之后，我们就有做捷运灯箱，然后同时也是希望可以为旧有的 NPO 带来一些新创的东西，就是我们会想要带一些比较新的，他们想尝试可是还没有试过的，所以这次我们还增加了虾皮直播，这样子来直播义卖脑麻的水饺。可是义卖水饺这个，我们是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盈利，我们就是想要说，让我们大家一起去做一些新的东西。感觉上不是一个就是最夯的义卖的产品，可是这个水饺是等于脑麻的朋友做的，还是？他们想要扶持脑麻的人可以有就是进行电商，他们可以自己卖，靠着卖水饺自立。
那所以他们想要打这个品牌，那我们正好现在虾皮、所以水饺的这个制程其实跟脑麻关系是不大，它等于批货来卖而已了。是因为脑麻的人，不是像西方来做面包那样子。是找代工厂，然后就是透过上个月开始正式开始推的虾皮直播，所以我们就会去找我们已经在谈了6月22号会直播、找一个专业的厨师，然后还有艺人，然后一起上直播台来做这样一个直播贩卖。所以其实就是从这个阶段就开始经营，希望去让旧有的 NPO 可以有些新的东西，然后我们一起去把它的活动试着去做一些效益的放大。可是对于公司本身，我们还是回过头来，就是我们要至少能够生存，是啊，对，然后当然希望可以盈利，因为我们是社会企业，没错，对。那在这方面，其实我们一直努力去提高我们的募款金额，可是就是也是希望可以，就是也是想要挺政委。如果有些意见的话，就是所以透抽是你们的算什么子品牌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因为我从你们的主品牌完全看不到透抽的消息。我们是把它切得还蛮明确的，因为啊，群众募资它给人的概念就是一个案主，比如说非营利组织，对，他自己提出的一个案子，我理解。那透抽不是，有点是策展的活动嘛、啊？对，那透抽是这样，透抽是基本上是我们去发起。然后我们去找非营利组织跟艺人媒合，对，所以他的角色会变得有点像，透抽有点像一个行销媒合的概念。哦，我有听懂。对，所以你们是就是一开始就故意没有要让，就是说，好比像说上你们平台群募的朋友，去有透抽的活动，或者是反过来让响应透抽的这些倡议的组织，顺便在嘟嘟客上面进行群募，目前没有这样的打算。其实一开始的想法，因为我们也是到中期之后不断去测试市场的反应，一开始的想法是希望透抽是可以在更怎么讲娱乐性的。就是希望它是可以更没有这么公益的色彩，像是嘟嘟客这么浓厚，所以想要做切割，就是一边就是比较像是我们一直拿来当 sample 的像 Amaze 这样的情况、是更娱乐性，然后更欢乐的，然后同时你可以做公益，那嘟嘟客的话就是为了公益做出发，所以一开始才做了两个区分。只是做了第一档第二档之后，觉得以台湾的观众的市场的状况来讲，他们本身对公益的诉求还是高的，而且如果没有的话，很多人在做一样的事情，对他毫无品牌区隔度、是，所以才在我们去再慢慢调整方向，让他的公益色彩变得更强这样子。可是我想问的就是说，那这样就是说，如果你的公益色彩跟嘟嘟客变一样强了，那你们当初的这个品牌切割有没有想要重新想一想？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重新想的。那但是一开始我们回到一开始，就是说我们设定的TA是不同的人，理解？对，所以我们设定的那个获取的方式也会不一样，比如说打广告啊，或者是不知道，对，那个都会不一样的。那当然，这两边一定会有互相交互的人，那个是都可以，都是可以运用的。Okay. 对，但是我们一开始想测试的部分是 ，OK， 我们打不同的客群，对，那它的效果跟反应会是怎么样？好，对，当然我们现在进行到第三个案子，所以其实也还在收集市场资料中，好 ，OK。所以我可以帮什么忙？当然就是说 Office Hour 不能拿来抽奖，这个主要的原因我还是先就是 on the record 讲一下了，就是说我这个 Office Hour 包含这个场地等等都是大家纳税钱的工作，这事实上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。对，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，其实我从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，说你要过来自己开直播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拦着你说你带你的就是中奖者一起来，但是我能够回答的仍然是仅限于就是社会创新相关的事情，不能说这个他说这个他快要毕业典礼了，然后他过来，然后我就专门帮他录一段贺词，就是等等的这样的状况，就是说我还是要证明说这个永续发展有什么好处。那所以如果这个永续发展的好处不明显，或者我连17项的哪一项都讲不出来，毕业典礼也许算优质教育吧，这好像没有。那样的话，其实他是就是不符这个公益目的的使用，因为我们在公部门公益这个定义又再更窄一点点，比你们的设计稍微更窄一点。那但是就是说我还是很愿意用各种方法来合作。
对，所以看有没有什么你们想到我可以帮忙的事情。今天主要来想请政委帮忙的部分其实有两个，是一个就是那政委在听完我们这样子的出发想法之后，那我们营运了三个月，那政委没有想到其他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或想法可以再让我们扣头，可以更多的色彩或者是做得更好。OK， 这是一个部分。另外一个部分呢，是我们想邀请政委，然后帮我们拍一个类似干小视频，小视频这样的概念。好，当然第二个一定没有问题，你都来了，摄影机都架在这里。不要说是短的影片了、啊，这个一小时的我们都已经录到一半了，我觉得这一定是没有问题。对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因为我看了一下透抽上面的案子。你们的 SEO 到底是怎么做的啊？就是说，你们通常是要怎么让人知道透抽这个品牌？因为先不要说，我有一个朋友就叫透抽，因为他的英文名字叫 Tony Q。那对，我直接用台语念了。对，那但是它事实上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菜色嘛。这个是，所以我打透抽，我刚刚就是一直在打透抽，正在看说我到第几页才能够看到你们，但是我后来放弃了。对，大概到第四页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们也是努力的一个部分，因为 Google 在我们广告的投放部分，我们还在跟他们沟通，因为抽奖跟抽奖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讲是敏感的字眼，但是透抽可以。但是他要说明这个是什么内容的广告，这样啊。OK， 所以我们在跟 Google 在正在沟通中。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在 Google 上做买关键字的动作。那如果我不是说买关键字啊，我就是单纯就是说想一个有梗的，好比方说我们这边叫做三倍券，就是因为叫振兴券不一定找得到我们。那三倍券以前没人用过，所以打三倍券一定是我们的网站。对，就是说我觉得你们的可发现性，就是说完全以可发现性来讲啦，就是我如果现在打渡渡，那第一个一定是渡渡鸟。那但是第二个就是嘟嘟客了，所以就是说它的可发现性是非常好的，而且你嘟嘟客基本上一整第一页全部都是你，全部都是我。对，那但是透彻并没有这个状态。下面要加嘟嘟客透彻。可是这样子五个字就没有人记得了。我们本来叫振兴三倍券，后来就叫三倍券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五个字没有人记得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稍微想一下会比较好。对，改名叫透透抽。不透抽，三倍抽，三倍抽，没有三倍的广告。透透抽还真不错，因为没有人用这个字。透透抽，透透抽，对啊，透透抽，让你抽透抽透透，没错，可以考虑哦。对啊，对，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，就是大家。就是在脑里就是三个字，通常都三个字，四个字已经很勉强了。是，那他没有办法，就是我随时一想就想到的话，那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，就是他的那叫什么基本传播率会小于一，就是我听到了，我认同你，但我传不到超过一个人，那这样子他就没有办法 go viral， 就是就没有办法流行嘛。对，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R 零嘛，就是要把它控制住还是很重要，就控制在大于一。大于一，以我们的理念来讲，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，杜杜可退出透透抽，非常好记，非常非常顺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有对联啊，杜杜可透透抽。对啊，对啊。对，那这样小卷要改名叫小小卷嘛？小卷卷，小卷卷。对对，好了，那所以这个是具体建议，这个很好的建议，对。那待会儿如果我要录一小段的话，那我可能就会说，我就直接说了，我就说这个杜杜克的透透抽，让你抽透透。哎，好耶，对，好呀，所以我们要 stay 等一下的录音。我们有一个关键字，还有一个关键的道具，但我觉得政委应该很习惯了，就是网络，我们希望它的普及率可以变高嘛。来吧，来吧，起播吗？来吧，这怎么还拿出来？对，我们的是立体透抽，立体透抽，好，真的，赞，对，还有。
立体熊耳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一档活动是跟黑熊一起，所以希望给我们一个变装的概念。等一下，因为是我们的手工版本，所以有点洋气。手工版本，对，所以没关系。然后我们有把一些可以 P 图解决的，不是我？而且它是那种弹性的。好，那个在哪里？我们有把一些关键字列出来，那就麻烦再在后面吧。有一个两张纸。哦，对。那这个就是并不是要政委就是照讲，只是说有些关键字政委可以参考。好啊 ，OK， 好，好嘞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分两段录好了，那就是最后讲嘟嘟克豆豆抽的时候就带这个，那我们先带黑熊耳朵。OK， 好 ，OK， 还有正面，对对对，这样是。是这样，政委是要对这样。对啊，我们要一个干净的背景。对啊，我们要一个干净的背景。那我就是这里，就是白墙，白墙没有比白墙更干净。这样子才可以在大海里面悠悠的跳舞。是这样。对，这样我会做。那我们站着好。好啊。那这个就。把那个椅子这样。你帮我把椅子坐一下。好。站着。好。好，那我们就这两段是两个卡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两个卡 ，OK， 好，那就来。时尚界的，本来是经历过时尚界的洗礼。OK， 好，来，好。防疫要保持物理距离，但是心理不能够疏离。透过公益的劝募平台，就像一个线上的许愿池，让你能够支持全台湾各地好的公益行动。好，第一趴，好，第二趴，嗯 ，OK， 好，好，这个是正面，对对对，这样，是这样，就是它这边是三角的，对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 ，OK， 好嘞，圆弱势族群的美梦，也有机会来圆你的心愿。杜杜克正式推出透透抽。透透抽，让你抽透透。啊，谢谢。那不好意思，我们再补一个好不好？是，来啊来啊，你要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？来，来，那我拿这个好了。不用了，政委，来来来，装饭，要很像，来来来，希望节目来投资，希望两个动作可以一样，就是。杜杜克让你透透抽，好不好？杜杜克让你透透抽。对对对对，好啊。杜杜克让你透透抽。然后这个之后再戴上去。先戴上去。先戴吗？哦，好 ，OK， 先戴吗？有戴上去。哦，好 ，OK， 好好，先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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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啊。等一下。好。有点升高。好。哎，没有没有，你只要往前站就好了。哦，别，站位比较大。借位，借位，借位，借位。借位借位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显瘦。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吗？杜杜克，杜杜克是有知识的。杜杜克，好，杜杜克，让你透透抽，杜杜克，这个感觉就很像三倍拳，哎，不错，我要抢过来变成这个手势。杜杜克，两人同倍率可能要高一点。来，我跟着你，我跟着你，你先做一次，我跟着你的 tempo 来。好，来预言字，来，杜杜克，让你透透抽。好，好。等下我要遮住我的脸吗？不能遮住脸。你要左边还是右边？你要右边。右边。右边，好，那你再做一次，我学那个节奏。杜杜克，让你透透抽。杜杜克，让你透透抽。有好，那就来开始喽，开始，来，杜杜克，让你透透抽，赞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哇，能跟大神同台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数位上位就是不止一位，数倍券要不止三倍。对啊，今年不是三倍吗？okay， 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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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